今天欢迎收看三月十八号礼拜一的蓝天新闻，我是陈志成。现在因为许市长是不是要停给引起到大家的关注？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甲台南市党部等人十七号来到着柳营分校太祖殿广场举办着罢马联署说明会。麦达是强烈要求着马政府应该停止兴建着许市，马英九更加爱着台去现场是来了未少的联署民众。罢免马英九！罢免马英九！罢免马英九！民众大声发出罢免马英九的口号，宣示出因不满的心声。十七号，台湾团结联盟是来到柳营太空里的分校太祖殿庙前广场举办罢马联署说明会，也去引济济的民众前来参与。台联党台南市主委陈昌辉就表示。最近的核四问题是吵到大家非常的惊吓，加上马政府执政以来，让人民累积更多不满的情绪，接触说明会希望聚集更多民众加入罢免的行动。这个核四，吼、哦，主要伊咧起，吼、哦，对咱吼，即马现主席造成的这个危机到底伫倒位，咱甲地方这民众来说明个清楚，吼、哦，咱甲用一个比较的方式啊，譬如讲吼。哦你即马停建核四了后呢，你是爱赔一百亿尔，吼、哦，等于2300万人呢，一个人较赔偌济钱，啊，较赔一个啊432块，啊，你若准做呢，继续续建核四的时阵呢，是四爱续迄、那个追加462亿，等于呢2300万人呢，一个人爱赔2009块，啊，若准做你续建了核四，吼、哦，你继续营运，啊来发生啊灾难了后呢？结果2300万人，一个人呢，吼、哦，你上少哦，爱背13条呢，13条，一个人嘛，2300万人等于呢，一个爱背13万呢，包括你的性命，包括你的子子孙孙。即摆现主席的马政府啊，所作所为啊，每一项啊，侵犯着百姓，每一项呢，吼、哦，让百姓啊，无当生存落去的这情形，咱希望讲。啊，全国的民众呢，会当做伙联署来甲罢免掉，啊，希望咱台湾人民呢，一个呢，会当安尼安居乐业的社会安尼，这主要的目的是伫遮。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黄坤辉嘛来到现场，伊嘛针对核四的问题提出看法，伊嘛佮以着日本福岛核灾造成的灾害来作为案例，伊认为讲台湾土地面积遮尼小，如果若是佮起着核四厂，万一发生意外，人民根本就是无所在通好避，伊嘛强烈要求马政府应该爱马上来停建。日本的这福岛、哦。这核电核灾发生了哦，伊头一发30公里内的范围哦，老百姓拢迁走，拢爱迁走。尾啊发觉讲无够，爱50公里，啊50公里呢，就即马咱的核一电厂呢发生灾害哦，核电发生问题哦，50公里范围呢，拢爱撤离，安尼就差不多新北市、台北市吼、哦。家人、宜兰这四县市拢爱撤离，还是要我着撤离？要撤退？日本遐较快在撤离啊！台湾这无法度通撤离啊！啊，所以你要起这核四厂，你要阁继续起无？应该先问这四个县市的老百姓。这场伫柳营举办的罢马联署说明会，嘛去引袂少居民前来签名联署。市议员赵坤元本人嘛来到现场支持这个活动。现在因为核四的问题造成人民的反对，政府若是无做出适当的解决办法的话，肯定是阁会造成另外一波的纷争出来。南天新闻台颜贤富柳营采访报道。